大家好，我是小维。最近老是找个小窗了，然后家里边也没大管事儿。这都是不是夸人家小三妮了哈，这都是俺小三妮出生那一天报了单，基本上全部到货了。这一堆那天报单报了20000单，现在小窗这不用我照顾了，回家抓紧把这个事儿给忙忙。家里边还是有人管事比较好。你看爹，这看天气吧，还有都是过一个星期吧。都有大鱼，啊，爹提前把这个鱼罩都安上了，怕它里边漏鱼。还有外边这个长棚窗户这边，它下大雨的话，它可能会容易往里边烧鱼，这样安上鱼罩之后。
接着回来家一趟。现在小妮儿她马上也是快挺着几天都出来，小双出月子中心了，然后孩子他这个从爬到走，然后这个小吃也该给他买了。我跟爹说了，爹说家老些了，家宣洗那时候老些了，我说你我那都不能用了，破了。爹说没有没有，然后都放下来了，保存好好了，叫我回家开开开，那就能用了呗。也结实了，还比较新点儿的，咱节省一点，接着用。这帮子叫擦的都中啊？对，把那个洗就行。我没洗。哎，洗。我是刷了。刷干净了是吧？你的行，你的凉快了。对。给我看看这空调也是好几年了，它不听话了，我再换一个。你看这不又封了？你这事又封了，一开始没封是吧？啊，没啥活。啊，这又封了。哎，又封了的。对。啊？喝水。可是你家倒人家爷给你倒，你是我呀？一到爷这都没长手了，你儿子。搞来，这有好几个了哈。啊，细细说吧，两万多了。我看那这些吃都能吃了，能吃了。你看，要是想不中，我再给他这再买饭。慢点，我看着没事儿，能用。人家不新的了，也不都擦的。我给上面撩了，给我不，真长时间了。看那些结实了，这谁小手了？真是洗小手了。耶，撩的也好了，都是当的也秃了。要是这条腿不好的了，就不。啊，擦了行。啊？行看这吃了。这是跑步吃是呗？这学跑路了是呗？啊，对了，坐上面儿，你摔不着了。给。把我老吃了都给了，还有我桌小吃了啊，还有我这吃了，你看，小猪吃，多点碗就吃了，这都是洗小手了，啊，这都是洗小手了，这小吃这都是你小手做的，你那个都是你做了多少啊，没有拉的你往前拉，这不还有，俩小手，给关刀。买了啥了？我学了地。哦，摆摊儿是呗。啊，对，我三年了，三年了。啊，那远了地。你把我家里让我做了，咕噜打着，还有个吃喂。还有一个呢？哎呀，还有这个。汽车。汽车啊！这五月挪到了，换个电瓶。我闹新的了，能换。换电瓶。我记得这个好几百了，这个。五百了，这个。给洗一条买了，我先哈。洗一条肉给关的，给后头。洗一条，选一条，洗一条。洗一条肉，选一条肉。选一条肉。嗯。我小车都没机会，他干了新的了。嗯。这电瓶不能说。嗯。这还有一个。嗯。这我记得是那还有电池呗，应该。想唱歌啊。嗯。想唱歌。我是表买不要加起来十多仨车的了。晚上都在。嗯。哎，爹，你把这个正，把这个他也回来，该能哎，应该做不上这个吧？不能做，应该。这个能烫。嗯。还能往下放。还能往下放了是吧？这坏了喂。这坏，然后老是咬了是吧？嗯。啊，别咬着了。那不是他都这点坏了，别的里边没事。没呀，这我感觉咋没了？别的里边没事，这不是这些结实么的，都一点坏了。这坏了，你看这是这儿坏的。哎，别坏，你再给他买了，都石头呗。不要了，咱卖了吧。这会儿这个还不能做，挺小。你这个也送的多，你要坏跑了，你做能给他推么是吧？都那个，正着弄啥了吧？弄了，我这坏了，我咋跟你说的？你把这个给他刷刷。这个能使，他这个学走路了，啊，近几天近一段时间用不着。啊，能跌下来这个是吧？谁跌了？这个是啊，洗小肉，这个是这都是洗小肉。这个坏了。哎，这个是血小肉。对，我有点印象。啊，这个血小肉。血小肉的。嗯。血不是慢慢的，你远的，头大点。白头儿。对，白头儿的这也硬。啊，就是洗小肉买了这个，我猛抬抬不上了，俩轱辘。嗯。哎，你往这样吧，你不当钱。嘿嘿嘿嘿嘿。